直接展示了，我看不见，噔噔噔噔，看不见吧？看不见。你看，我们推近一点。这个是紫金，没有，就是这个是我。怎么说？可以稍微给大家诠释一下吗？嗯，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是个房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它那个头饰上有很多栋房子，就各种房子在那个头上。对，头饰带。所以这是紫金。我呢，哎呀，这个帽子没画好，就是那种官帽那种，所以你是抓住了它的精髓，就是帽子、头饰。对，别的我也不会画了。别的就感觉眼睛、鼻子，包括这个手啊、脚啊，其实都差不多，因为都属于高颜值的嘛。对对对，真高这个，好，那既然是我们许凯现场画作，能不能再就是签上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到时候也算送给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啊，因为我们刚刚都说了，今天会有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。好，好，这样的一个灵魂画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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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还想说这两天吧，那就过两天吧，过两天会很快的，对对对，很快会给到，已经在准备了，就两天后可能就会发布，期待一下大家。大爷，十几分钟长那种，我跟你讲，看了都很用心，十几分钟剪辑。那如果大家都一起来监督一下许凯，好不好？如果再看看我们直播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发 vlog 呢？希望我们的许凯能够多多营业，好不好？给更多的粉丝带来更多的福利。好，我吃眼了。什么呀？你这，你吃啥了？这是？这个很。我不信你，我不信他，他吃了吗？我觉得像空气。跳跳糖。柠檬糖。好，最后我们景言给出的答案是3、2、1，柠檬糖。耶、yeah, ，恭喜景言吃一个柠檬糖。哎呀，有这么酸吗？没有啊，是空气糖啊。你错了嘛，你就吃一个柠檬糖。他果然，我跟你说，想起我的第一直觉，我就觉得他没有吃，果然是空气糖。我相信你肯定是记住了几个小小的动作的，比如说比心啊，比如说左右摇摆，哎，对，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第三个，四五六七八，错了，真的救不了你了，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错了吗？他没有做对，我是先这样，错了，失败，惩罚吧。好，景言，你觉得他挑战成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没有按照那个顺序来。对，我们开始就该失败，做完还得输。好，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粉丝最喜欢的福利版。来，我们上下道具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许凯，你要接受惩罚，你来摇一摇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福利版。好，我来告诉景言都有什么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可摇得真好。晚安语音。晚安语音啊，这是对谁说啊？对粉丝们说的，好不好？对粉丝朋友，对观众。是要很正常那种，还是那种很？都可以。都可以，是正常的。好，每个版本都要。晚安。还有什么版本啊？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版本？就是。晚安。说的特别好，也很有磁性，但是比如说要睡觉了，肯定说，比如说宝宝们啊，宝宝要睡觉咯，宝宝们那个对，宝宝们晚安。肯定比如说就是对，就是多说一些那种比较暖心的话，就是比较哄睡觉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因为肯定有很多会做成一个晚安闹铃啊，我们不能老是晚安晚安晚安这种，好不好？来加一点点的感觉。晚安，快睡觉吧。这个可以。哎，看直播的宝宝还是有福利的啊、哦！赶紧把它截屏下来，然后就做成我们的一个晚安语录了，好不好？每天晚上听一听，相信大家会睡得更香了。那请我们的景言出第二套动作，好不好？
我死都记住我这一次，来吧，简单一点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了啊！下坐一下，然后。做完了吗？做完了，就很简单。好的，这个许凯一定能拿捏。嗯，比心。但是景言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刚是完完全全对你做的。我们凯凯，要不要对着我们的粉丝们做一个，好不好？可爱的，可爱的，可爱的，有电到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徐凯是完完全全全是出了，最后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。那这一轮就算我们徐凯挑战成功，那就需要我们景言来接受惩罚了。Oh, no. 那还是需要徐凯来转一转，好不好？转我们的这个福利板。我帮你选，帮你选一个。嗯，选吧。一二三。好。到你了，到你了。那个晚安语音你怎么说的？就是要讲给男生们听哦，对男生们哄他们入睡那种。男生们啊，就是啊，你哄他们入睡啊。还哄入睡，直接睡不好吗？为什么还要哄啊？哦，那我刚直接睡不好吗？你真的是，女生还是要哄哄的吧？男生有什么好哄的吧？男生也哄，我也可以跟小姐妹们说呀，对吧？就是直播间的也有很多很多的。小姐妹们，很会啊！来来来，最近在追上时的好朋友们，你们晚上追剧要注意身体哦，千万不要睡得太晚，要按时睡觉，好吗？好了，快上床去吧，晚安。说得很好。下次不许说了，特别官方，你这个，哎呀，那我刚那也改一下，第二个版本来，来吧，好了，别看上时了，改天再看，晚安，好，两位呢都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啊，因为都告诉大家上时特别好看，但是也不要太熬夜追剧啊，好不好？要注意休息了。